树林里大火窜烧，消防队员试图设立防火线。Nosotros ya tenemos con hoy cuatro días que estamos luchando contra este incendio forestal, contra el viento, que nos hace una mala jugada. 秘鲁北部亚马逊地区爆发森林大火，70多名消防队员投入救灾。林火相当靠近著名的古迹库拉普遗址。库拉普位在秘鲁安第斯山脉东北部，海拔3100公尺，比著名的马丘比丘更大，也更古老。这座用围墙围住的城市建于西元6世纪，有超过400座复杂的建筑，被当作行政和宗教中心，是查查波雅斯人，又被称为云战士的重要考古遗址。这个拥有白皮肤与一头金发的部落曾经统治过这个地区，后来被印加人征服，云战士也从此消失，染上一层神秘色彩。由于风势强劲，打火兄弟全力防止林火延烧到这处遗址。秘鲁文化部也宣布古迹暂时关闭，并且将派出文化局专业团队到灾区与消防人员密切合作。大新闻吕方编译。再来看到。